三百，你四节搁剩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我呢，搁三百剩来三百块，这大只好不好？啊，太多啊！是啊，太小只，小只无大只大只的啊。好啊。这五百来，五百六，不掉钱啊！五百六，再再五百六。这大只这无人来啊！这四只五百块过来哦，大只的，你来无？你啊，要不要？你啊，你过来哦，够七三百块哩，够三百你来无？快啊，你来无？你来无啦？哎呀，这三百块你够三百你来无？这四只五百，这三百够三百啦，我笑啊啦！哎呦！啊，这五是无人来啊！
在先民大哥、啊、那个最近那个复健做的怎样？袁小姐，最后两个人可以活，只能包100块。我最后结，最后结活，100块一包，上来。最后结100块一包，给我，好嘞。哇，我还想讲的，我想要吃啥？安尼来。我阿伯一箱套餐，我甲起来就起来。100块，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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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0块，
谢谢。只要死的人可以活下来，爸好。但是搞倒的警察，嘿，用钱好，这边消息不一样。哎，谢谢。啊，只要个钱。搁最后一个无啊，大哥最后一个留下来。来，这找细胞。好，菜菜帮你留下来了。各店家，你们怪谁？你拢会使讲嘿，想要什么都可以说。这无人来啊！这一两三时，我先来讲，这有挂头，这拢来搁一个人，今仔你挂到尾底有啊？好，你买迄大地，迄较水迄。接下来这都排一个人给五百了，这六条。幸好蔡蔡你有及时说，最后一份帮你留到了。这六条在，五百了，四百节，四百，三百块就好了。我先讲这挂头，这挂头。这你说这句话，海角七号有点久了哦。三百块，我安尼啦，一人三百块来啦，三百了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太过头了，太过头了，只。我你卖掉，卖你个，我卖你，我你先见。安尼啦，我啦，三样给三样给我，这两包下来，百块，一百了。100块一百块，差过头顶安尼两公斤哦，三三差三倍了，这两包才100块了，100块钱一百块，这边来，你也不要买哦，这边来，而且这两包够一包，100块，这两包够一百块，这边来。现在你不是应该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吗？大姐，你请到位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来干啦。我那个不是咱的，这个在咱的嘿。有啊。富阳没有。多一次就收了。目前最难吃到嘉义。来得上贵这种啊。我讲这路线啊，无想着卖个买啦，嘿，一定是冰过工的。来来来，卖讲外口一尾啦，这金花路一斤开100啦，这一只较无甲一尾去抬哦，这较细只一只才100，这两尾开300，开200啥的，开200了，200块，樱花路啥的200块，无啊无啊，这金花路哪有人买这個？我卖这种价钱，你老底买免钱啊？一人买两卖着啦，一人买两卖200块。路鱼哦，100块鱼，100块。这路鱼内底上贵，一斤才100的，我买袂。100块了，你爱无？谢谢你，路鱼我上来100块了，你叫金花路，100块100块，100块啊，乖啊，过来，乖着啊啦，不管啥，你讲来，快点来。干杯啊，干杯好来。请啊！请来，谢谢。来，都过来。
三倍大了啦，金八百是块一公斤啦，来啦，是两三三块、四块、五块，加这五块，你两千五得买千块俩，这细呢。个人想要食干贝无？啊，迄阵干贝够有啊。做手指部件。安尼啦，我问你，你想要食干贝？千块几啊？对啊，那个是过两
不吃草虾。好像是六只一斤的草虾吧。不然不吃草虾，不会。六只一斤还是六只一公斤？我有点忘了。一只我拄啊，买一千啊，一只剩无一百块，无人来。两只、三只来、四只来、五只来、六只来、七只来、八只来，到尾来十尾来，十一尾、十二尾，搁啥来？一千块了，一千块，一千块。草虾搁啥来？一千了。草虾啥？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块一。我无人来啊！我无大来啊！这炒虾超好吃的，大炒虾这炒，五只、四六只，啥五百块了？五百块。我过年前那时候买八只是一千，我买十六只两，我买十六只两千。这虾这两百了，虾两百块，金宝当虾两百块。哇，我唔知你买啥，买啥你讲诶？不行买啥？舒缓，哇！菜市啊靠，哎呦！这飞机啥？飞机客飞，飞机客飞对，你甲刘仪飞同款，只是讲这是飞机家己客好啊。这飞机家己，只要一斤两人家己客好，客好偌济，一斤就讲要二啊六，一斤二啊六啦。只安尼斤偌重只啥？卖就五百，就四百，三百块。这飞机啥？三百了。三百块虾类都很贵，不过以今天来讲的炒虾价格，比过年前便宜。买了，买不起来啊！来来来，三百五的。哎，三加一呗。五斤重，啊，三个月一斤剩七十。